应该是两天前，有人以重建炼狱事项的名义发布了新内容吧。但这并不是真正的项目内容啊。走吧。你很好奇，比起别人的事，你最好先担心自己有没有留下把柄。是我。我在。当然。真的，我不会骗你，我睡了很久很久，甚至我还梦见了你。我梦见你坐在了窗边，我跟你说话你也听不到，拉你的手也碰不到，我就陪你坐在那里，坐得星星都落了。然后你哭了，但我还没来得及帮你擦掉眼泪，就被卷进了另一个梦里。那个梦里全是火，不停地烧啊烧啊，好像没有尽头。但我只想快点离开，毕竟我还没有把你的眼泪擦掉。最后我一着急就醒了。谢谢你等了我那么久。还有一些在继续调查，相信很快就会有个结果。现在的炼狱室并不太平，我知道以你的性子会四处去调查，但很多事比你想象的要更严峻。既然你已经知道了病毒，那很多事就方便解释了。你先放心，我没有什么事，但目前这个特殊病毒，我们还没有找到它的任何传播途径。它的传播范围极广，不可预防性很高。整个城市的血库，可能很快就要面临透支的情况。现在已经出现多起，
因为使用盒子而生命衰竭甚至死亡的案例。还记得我之前说的有四个不明原因死亡的人？没错，根据对比结果，那四个人就是使用盒子而死的。也就是说，从几个月前开始，这种盒子就已经在传播。而且要想广泛投放，还需要有工厂和大量劳动力。别担心，特遣署已经有了初步的目标，很快就能找到突破口。无论是谁，都不会让他得逞。那么长官，我的汇报结束了。收到。那我去忙了，你千万要小心。只要你在风里，我就能感知到。怎么了？有我在，你什么都不用担心。NW 的人肯定会来找你，与其把你藏起来，不如带走我身边。不论杜文想要揭露什么秘密，我都不在乎。我会要求萧月自己去解决这件事。不想再问我别的吗？那就一起去确认一下。
我的决定从来都只有一个。我可以听从你的安排执行计划，但他不行。这与我有什么关系？我根本就不在乎你们隐藏了什么，自己的烂摊子就自己收拾。而我本就在调查除夕之变，这样公开也许是个不错的办法，你说呢，肖长官？不需要你的提醒，我会说，如果在你心里世界是这样的话，那你不配当上帝。还有很多很多人都在努力生活，那只是一部分人在用错误的方式对待这个世界。他们看不到很多人，在那些人的眼中，很多人只是一个数字，一个符号。他们只能拥有一个相同的名字和一张模糊的脸。正因为看不见，所以才会把生命当成交易的砝码。要和我一起去见图恩，
那是除夕这边最开始发生暴动的地方，现在已经被划为了禁区。那条街过去的名字叫平安里。这里当年应该是只有以沃尔活动的地方。那你活得有些倒退了。你说的人是谁？你说的是你自己，还是 NW 的人？你既然知道严警官一直在追查真相，为什么一直都没有开口？我可以带你去见那个人，但你是错的。如果你一开始就用另一种方式，会有很多人真的听到你求助的声音，他们会帮你，会将他们的力量借给你，成为你的力量，包括我。现在还不算晚，你还有机会选择，让我帮你。你想做什么？杜恩，相信我一次。
他的话还没有说完。都是罪犯，你们做的所有事都不该被原谅，即使用任何理由也无法被美化。我不同情他，但他所受到的伤害同样需要有人去帮他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。没有任何一个人应该被放弃。拒绝呢？杜安，还有很多人，需要你给他们一个交代。就像你需要 NW， 为你的仇恨画上一个句号一样。不知道，仇恨解决不了任何问题，只会延伸更多的恨意。我们还有很多条路可以走，给我点时间，我一定会证明给你看。杜文人呢？
究竟把人命当成什么了。未来就是因为你这样想，才会让杜文变成今天这个样子，才会诞生出无数个杜文。你们凭什么决定去牺牲谁，去拯救谁？他们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独一无二的名字，有自己的生活。这种错误的方法永远都不会通向未来，只会通向悲剧。不要靠近我，离我远点，不要让我，不要让我连你都要。靠过来，活下来不该只有我一个人。能在我醒来之前一直陪在我身边。
会放钱吗？你的伤如果我也不知道要怎么说，怎么办？为什么像你这样的人会陪在我的身边？杜文的行动其实是有迹可循。这样从一开始就是依靠人们内心的恨与痛结合在一起的。现在想来，当时他说自己没有时间了，无论是他还是他们都不能等下去。大概他们也错过了很多人对获得力量的渴望吧。既然杜文是他们明面上的负责人，这次的行动必然是经过了深思熟虑。他一定不会允许自己的鲁莽毁了这么多年的努力。其实我有些挫败，我不知道自己在生气什么。在那群人心中，他是那么值得的一个人吗？而那样一个人就可以得到他的信任和认可？我发现我根本不了解他，又或者说，他根本没有给过我任何机会。大概已经没有这个机会了。在吗？你脸色怎么这么苍白？伤口还疼吗？那个没什么大不了的，还是去医院一趟吧。真的不要紧吗？
那你注意休息，有什么事随时联系我。放心吧，没事的。我走了。你也跟白坤共事过吗？是吗？谢谢你回答我的问题。我是来敬肖长官一杯酒。希望这座城市和你们所谓的未来能装得下你们这么大的野心。小雨，我懒得跟你兜圈子了，除夕之变我会继续调查下去，我会找到那些被掩盖的秘密，就算会引发更大的悲剧，我也会在发生之前阻止他们。就像你们可以为了那个所谓的未来牺牲一切一样，如果有任何人试图破坏炼狱师的和平，我都不会允许。不知道肖长官指的是什么？之前手头的工作太多，忘记恭喜白队的实验顺利结束了。不过在饮食方面，最好还是多注意。毕竟，白队现在应该还没有受到血液病毒的影响。虽还不能最终确定，但我想这场病毒的蔓延途径大概会比我们想象中更广泛，也更加充满恶意。